对啊，我第一次看清我来到海外之后，心胸比较开阔，至少看得那么清楚一点。哦，这里会有时候会有鹿，而且那个鹿很笨的，它有时候会去跑去撞那个墙。哦，原来是松鼠。我也是看到一只鹿，它为了要避我，就跑去撞墙。我觉得我蛮对不起它的。我只能说，我这几年的感悟就是这样。而且要冬天到了，然后又树叶又变得超级萧索。我想旁边就是一个超大高尔夫球场，之前好像也带大家走过。今天带大家看看，只是想要就是出来散散步，因为每一次一直骑脚踏车，说实在也很累了。还好，妈，12月我就可以回台湾了。台湾真好，我跟你讲，台北是小确幸的王国，吃的又好，赚的又出的又好，只要不要一定要结婚生小孩，然后买车买房，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就好。如果没有压力，只想要醉生梦死过的话，鬼岛没有那么糟糕。我梦了一辈子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读到这里，其实老讲我的同学爸妈们很多学历、学经历，可能家境都比我这里好得多。那像我们这种在大同区小地方读书，他妈跑来海外读书，我又不住大安区，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所以我觉得你走到后面就会发觉，读书说实在就是一个 preservation 而已，它可能就只能让你的阶级就是跳，你的阶级可能就是跳几个 scale 而已，可能你没很难跳一个 scale 啊，可能就是往上跳浮动一点的，不可能真的跳那么大 scale。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几年感悟是读书改变不了什么。我爸妈当年没读大学，一生也没有过得比我差，对不对？那读书说实在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。我慢慢看开了啊，我觉得海外，我觉得这一条路要嘛赢啊，要嘛最后能毕业能顺利赢。如果不能赢的话，这认输这两个字，我一定要从美国把它带回台湾。所以我最后，我如果连认输这一件事情都不能在这里学到，那我真的是白苦了。哦，对，昨天再往前走，就是上次跟大家讲的那个水池那一边，不是上次，因为现在是昨天跟大家讲水池那一边。这边走到高尔夫球场，其实就蛮舒适的，走到学校就太远了。而且这部影片差不多时间也到了，一部就是四五分钟而已啦。有时候想要把大家剪辑，想要把他们剪辑的长一点，可是又不知道放什么主题给大家看，然后讲。有点拍不出什么影片出来，因为生活就是没那么没乐子啊，对不对？以前你一直在读书啊，你怎么可能现在就是说放下读书，然后去玩一些东西，就能玩出成果？这不可能完成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走在路上自言自语，然后拍个影片，听起来真颇智障。只是就想让大家想欣赏一下这种风景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人走在这种地方，然后也没什么人在旁边。然后就自己想想你以前的事情。我觉得出来海外读书就是很寂寞。也许我不知道，我是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也许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读书，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。我最后一段路，只要能够聊，我最后如果在这边兵败如山倒回归岛，如果真的把认输跟认为归岛好，可以好好安心待在归岛一辈子，那我这一趟也算是值得。这一趟如果不能赢，认输一定要学到。那就这样。哦，原来。认输一定要学到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。会非常感谢你们的。